老范，我不想吃早餐了。干嘛不想吃？你看你把我的早餐说成什么样了？那不是你也在这里吗？我在拖地，好不好？你在拖地，你闻到了，你也不过来看一下？我闻到了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呀，已经都没有用了。给你烧成什么样了？你看，这也不能怨我啊，这是主要的是你自己放上去的，你又没告诉我。不吃了，我也不想吃了。你蒸了蛋，你好歹跟我说一句啊！你说蒸了蛋啊，帮我看一下。我不管，就怪你。那今天中午去外面吃了。我也不想去吃了。那今天中午去妈家吃饭吧。可是我不想去。我要让他老人家评一评理，到底是这是谁的错？就是你的错，真是讨厌！我这锅还没用多久呢，还是新锅。这能怪我吗？早餐也没有用了，这个蛋应该还能吃。哎，真气了，扔了。干嘛？走去吃早餐。不吃了。早餐都做好了，那也不能怪我。那我怪你怪谁？我的锅好心疼啊，还是新的，老大。那我也心疼啊，那没办法，那烧都烧了，去妈那里。妈说是谁的错，那就是谁的错，好吗？就是你的错。走，去评理去。不去，不去，我不去。走，去评评理。鞋子没穿。我干嘛呀？你有病啊你！好，坐下来，我要干啥？坐下来。等着。就是、看老范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，不是烧了一个锅吗？这锅是他烧的。哎，搞错了，现在早上去蹲那个鸡蛋，他没告诉我蹲。妈是这样的哈，今天早上他蹲了鸡蛋，他也没跟我说他蹲了蛋。蹲了蛋，因为那个锅烧了，他就怪我今天。怪你，怪你。你自己在里面，你不是也看到我那里在煮东西吗？我怪你啊，你是啥子？怪你啊！哎呀，去你是干么？会不咯？你看他那么能吃西，你看他那么能吃不哈的。我这下你怒个吧？我问老人家吃鸡。不能了。我说了一堆人的呀，还亏了钱。亏了一张，还人家的，人家的给你走，他老了钱人家的少。一毛钱的呀？他妈不少。好讲啊，这下人家的，人家的呀。我今早也不少。对啊，没办法，他永远知道你的人，人常常都。妈就是更公平，知道吗？公正。现在是谁的错了呀？你的。还是说我的错？不是你错谁的？好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那个锅本来就还能用，干嘛要扔掉去？那我问你呀、啊，你为什么要留着呢？都已经是一层那个黑的了，还能用吗？吃了不会中毒吗？对，看我现在做饭都没有锅了。那个锅又不是铁的，是那个石材做的。石材做的，那我也不敢那个。没事。走了，不理你。吃饭都不吃了，那你走啊！我要吃饭。太不要脸了。嗯，那个锅你要扔了就算了，扔了你再买一个，好吧？滚开，不想理你了，我回家了。我吃饭嘞。来了要蹭一顿午饭再回去。你真能吃。我先吃饭，我要赶时间。吃了鱼丸，这个一个汤，白斩鸭。什么土豆烧肉，酸菜炒鸭血。对，哎呀，你都要走了，你还不放过最后一个菜啊？我服了你了。